一点点一滴滴，将心事来到我问也问无感情歌。蔡英的，多谢。我是看了报纸啊，报道志强的代志，所以特别过来关心一下。啊，这样状况安怎？我嘛唔知影，即马还阁报道变化，啊，代志变作安怎？我真正足烦恼的，嘛唔知影志强即马好无？有啥物需要我斗相共？唔免啦，啊，即马平个代志，卢嘉嘉。就算讲要爱你斗相共，嘛唔知要去倒位斗相共去。尤志，啊，你家己倒遮尔啊无闲啊，搁有你走一撮。这是应该的。当初志强帮我争取饭店 BOT 案这个代志，我是真感谢伊。啊，像阮饭店就即要开幕啊，煞无多甲伊做伙分享这份欢喜，我真正感觉足可惜。我相信志强一定跟我同款，看到你一步一步达成你的理想，一定替你感觉足欢喜的。多谢。啊对啊，啊感觉我斗相共找律师，啊是有囝其他方面需要我斗相共，做伊开除啊。唔免啦，多谢。我已经请律师啊。不过一开始，志强都把所有责任拢担落来。所以我是真烦恼，即卖的状况对伊真不利。叶瑞，李有志，秋梦姐，阿姨来家是创啥？之前为着如意的代志，常常来找咱呛声，我咧想搞无得咧，应该是来关心如意，看有啥物代志通替伊出头的无？啊！即马无人欺负叶如意啊，是要出什么头？老爷即马是饭店的大董事长，这么有才调的人，应该嘛认为家己有能力会通替别人解决问题啦。春春，有志是看到消息，专工来关心志强的。阮家的代志，家己会当处理，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你先生，你会当走啊？你的心情，我已经体会。我只是来关心志强，但呢，我若无解了，我先来走。有志，歹势哦。不要紧啦，你家己来保重哦。到需要我的所在，一定跟我讲。嗯。阿姐。叶如意，那边该送啊。我有话想要跟你讲。什么代志？你嘛真清楚，病院目前的财务状况。为着要开源节流，我甲来发讨论了后，决定要解锁病院的余温空间。啊，不过当初这是爸设定的呢，而且这嘛嘛变作病院的特色。你若是想解锁，我是感觉你怎讲拢是你的心情。我阁无情，病院爱面对的是财务现实的问题啊。阿平若是倒啊，你的语文空间搁较水，搁较有气质，嘛无路用啊！你若是顾虑到财务问题，那呢，我应该想办法把语文空间的开销降到上低，绝对袂造成病院的负担啊！无法度替病院赚钱的开销，真正是加开一箍，我嘛感觉是浪费啊！而且当初为着要布置你这语文空间，毋但是开偌济钱去买遐个图呢，遐个图若是会当转手卖出去，卖到一个好价钱，嘛是对病院有补贴，敢毋是？嗯，这拢是袂歹的做法。叶如意，你应该袂为着家己私心，坚持要把语文空间留落来，吼。恁给我一块时间，我考虑一下。袂用的，你即马就要同意。这块小可代志，无需要浪费时间讨论。好。既然你那安尼讲，才点意思。好，我着你一挂时间。我希望你伫咧这个月底，着把迄个所在空出来。假如讲你一个人若处理袂来，那呢，
我得请人替你处理啊。唔免麻烦啊，我来赶紧处理就是。即嘛，嘛无多处理病医的业务，啊，志强又搁出代志，啊，这段时间病医的情况安怎？真好啊，一切拢真顺利。我知影，啊，病医最近资金嘛比较较硬，啊，对你厦门空间那边的经费，都有啥物影响？无啦，无啥物影响，一切哦拢真正常在运作。安尼讲起来，来话真正无法失望。虽然讲我甲志强拢无伫咧，阁会当让病院正常运作，实在是无简单。是啊，病院即卖代志拢伫来发的掌握中，啊，真侪问题慢慢啊伫个处理，一定会解决。爸，你着做你放心。你安尼讲，我着放心啊。我即马上解烦恼的，就是志强啊！啊，伊即马红化起来，嘛唔知影代志啊，变成安怎？爸，志强的代志律师会处理，我相信法律最后一定会还志强一个清白，你都唔免烦恼啊！希望志强啊，会当早日去放出来。啊，虽然讲啊，我无多去看。但无我想，伊即马心内上解袂放心的人就是你，所以如意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，然后你受到委屈，慢慢用志强啊替你烦恼。爸，啊你人遮尼无爽快，搁来替我说说，真的是多谢你。我知影，啊纯纯以前对你有偏见，啊即马志强搁无伫。所有代志啊，拢是甲来凡去拍算来做主。我是听讲，纯纯的个性比较较娇，有时阵啊做代志啊，较袂周全，会互你受到委屈。袂啦，爸，你免烦恼。若是有，就请你较包容咧。若是真正有啥物想过问的代志，你嘛无需要忍耐，一定要甲我讲，我来处理。你真正要伤过操烦啊！即个厝内底发生遮尼侪代志，而且即摆志强也去互人收啊。纯纯哦，伊顶头应该体谅我的心情，啊，大家嘛更加应该将心来解决问题。真实。当然嘛是真实啊！较早纯纯看到我，毋是歹插话，就是讲歹听话。啊，毋过即摆。纯纯伊唔呐对我讲话搁较客气，而且伊嘛应该尊重我的想法。如意啊，听你讲这话，我真正唔知影要艰苦还是要欢喜。要纯纯体谅你，竟然就爱等到志强出代志，这代价嘛伤过大。爸，我了解你的心情。哥，即马艰苦嘛无路用啊！我知影，我即马是来真烦恼，啊，志强袂当平安回来。爸，你真正唔免伤操烦，这一切哦，咱着等法院看伊所内面安怎动作，再过来讲啊。啊，你爱好好保重你的身体，免伤过操烦。不孝顺，这款代志也做会出来，竟然逼家己的老母，家己的后生插去。哦，
如此哦，还了无够凄惨，唔是？咱两个老大哥害害家，欠人偌济，才会甘愿呐。好啦，你莫较细声，你莫惊着安安呐。安安嘛是有够可怜的啦。喂，我这做阿公的，一定爱来教训老爸，无我就对不起你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哎呦，你唔是讲过不要去乱啊？ 该骂我拢骂过啊，等家的情形我嘛甲你讲过啊。人即马吼，每一个人心内拢足烦的，你着莫搁去乱掺落去啊。知啦，着你教。现在吼，即家你无糊涂，无听你不孝顺，若要着搁退去做个。我对咱来话啦吼，已经死心啊啦。唉，我即马甲咱五万吼。 会当甲咱安安，安尼健康娶大汉，其他吼拢莫想啊啦。讲到安安，我才想着，明天要传传来，带安来病。嗯。啊，你毋是讲袂去等甲乱啊？啊去病院创啥？咱安安即摆嘛好势好势啊。无破病嘛是爱注射。唔来，啊你足无常识个，你也没有住宿，你也要看电视啊。迄十一月份就是迄个流感感冒的季节啦。 要带安安来去病院做迄流感疫苗。啊，阿天哦，哎呦，啊我进前安尼哩想想想想想煞袂记啊，啊，敢轮到咱做啊？差着轮到啊！你迄满六十五岁以上的人，甲像安安即款满六个月以上的幼婴，拢是优先注射的对象。对啦，六个月以上吼，甲幼儿园迄个囡仔。 啊，个个小一年甲四年，迄个读册囡仔，拢是优先注射的对象。你紧传来住哦，哎，迄个健保卡是毋是拢会查哈？知啦，啊，搁有啊，安安的儿童健康手册嘛爱查。你即马是咧跟我比看，想不甲坐就对啦。嗯，我敢袂用的。哦，会用啊，紧去传传的啦。我也想讲要来去蛋糕哦，看卖目前到底是安怎啦。我知啦，我要来传啦，来，行。 咱来传哦。嗯，这个签了个真水，真有院长的版头。 这阵毋是去家己讲，讲恁家己的负责，你搁带俺来要创啥？要爱钱，我无。爸，你是创啥啦？假时这阵毋知影囝创啥？若毋是阮阿个病院做个什物流感疫苗，实在关心亲家因一家伙个情形，你阁是我爱来你遮。阮是听讲吼，亲家伫咧破病，亲家舅仔吼去互收啊，啊，即摆情形敢有遮尔严重？ 对啦，就是安尼啦，所以即马阮重要伫咧收养，甲病院交我咧管理。啊，亲家舅仔啥物时阵再等甲放出来？啊，毋晓得咧决定我变哪会知影，上个月即个外行的，就一直想要来管理阮遮内行的。即马好啊，一间病院恢复甲特别关门，有即款计阁嘛难免。 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啊！是恁大舅啊呢？你无共关心的惨死了，搁伫遐咧拍人了，你搁欠拍你啊你！好啊，老爸，你别大概拢安尼对我这样子过分好无？我即摆已经是代理，你丢身份无共啊！大家拢对我卡来手来，唔老爸点要面子给我。亲家对你是稳重如山哦，这阵是你报答人的温情，实在上最上好的机会。 恁唔爱想，我咪爱讲大声讲，即阵在嚣掰，你是咧唱酒声而已。我即摆唔就是咧报答伊啦，我一个人头去这病院大大细细，这钱，你敢要无够？无爱我怎做？好啦，有得做就好啊。爸爸妈妈，我听来爸爸妈妈讲恁昨下来做疫苗。嗯。哎，就久无看到你啊，才敲电话。 我哋家安吉在那边。
你若想要上回去别个所在啦，一时间啊，规家伙啊在咧团圆同款的。若是让春春看到，伊又搁要误会啊！赶快拜托您，我肯离开家啦。你赶走你妈妈甲安安的代志，我来要甲你算账的啊！你不是咧赶安怎？无你再来叫人家赶出去啊！来吧，爸爸，说啥去啊啦？咱也是爱体谅一下春春的心情。啊，无先来我办公室讲啦。是啊，是啊，听伟爷啦。我当然嘛就体谅春春啦。这唔是跟你行，我来看准备关心啦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您老先有主啊，胖公公上了。这，安安，阿六乖乖坐下不？会听听吼，慢慢休息休息。嗯，坐下以后才不会感冒哦。哦，乖乖，来发爸爸，来发妈妈，你家就坐下吧。有啊，拢坐啊啦。乖呀，最近哦，病较无闲，我可能较无时间头转看安安，来拜托您照顾。哎呀，这我知啦，你放心啦。啊，是讲哦，看你连暝爱烦恼志强的代志，啊连暝哦爱去照顾恁大哥，啊你时啊搁爱来病院上班，惊你身体会袂堪的，你都要好好保重呢。我知，乖。唉，一个家哦，减一个人都袂用的啦。尤其是查某人，若无查甫人伫斗三工照顾家庭，迄是足苦的。嗯，志强是顾不上哦。像一挂查甫人爱啉爱博，佮唔顾。安娜，迄个查甫人就是你，对无？哦，想要讲我，所以讲着你家己啊。知道，你佮讲讲出来。一定啊！我伫咧如意面头前闹起来用个㖏。哎，这病哦，歹见较济，安咱唔好做做太辛苦。你先甲抱倒去，我拜托如意带去因兜来甲亲家看者。好啦，我先甲安安带倒去，安若看到亲家吼，替我家问好呢，吼。来来来，来，安安来哦，莫抱莫抱哦哦哦，谢谢谢谢，哦谢谢谢谢，哦谢谢。啊，讲你专工啊，走来看我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免客气啦，大家亲家代互相关心是应该的啊。本来前几工啊就要来看你啊，啊，就看恁这无用病院的代志，今日来去给你接触到，唔知会拖较紧嘛。这个确实真严重啦。唔但病院的财务发生问题，啊，甚至今嘛母甲志强各方收啊紧紧。我是也足烦恼的，袂啦，大舅啊，吉人天相，一定会弘扬化吉。想袂到，我咧打拼一世人，啊，食到老啊，阁会当清心，颠倒啊，死如草烦啊。亲家啊，但是莫干那为歹方面去想啦。你著甲当作讲，这是天公伯啊，咧赐予咱做二娘的，哦，要予咱证明讲，咱这人老王老还佫跋土豆，佫足有路用的，安尼想著较快活。亲家，你确实真好讲话，啊，听恁来开破，啊，我心情都袂遐尼沉重啊。亲家，你来当呢较轻松的哦，我嘛足欢喜的。坦白讲啦。我少年时阵都较放荡啦，啊，食老啊，煞因为这個宗教的信仰改变真多啦。我都甲过去这放荡人生所得到的教示哦，来替人解疑开破啦，
生是功德一层意咧，秦家就是这么有智慧啊，才当培养出来华这么优秀的后生，华做囝婿。秦家你安尼恶了，我是见笑到头壳脑壳嘛想要问你。好，无论秦家，你唔通安尼讲，啊，即届啊好佳哉是有来发啦，啊，伫我破病，啊，志强出代志的时阵，啊，替我甲过病啊。 拢塌掉咧，讲真诶，我心肝内啊，是啊感觉足袂得过，啊，即马规个重担，拢是来我一个人咧担啦。应该啦，亲家真诶用心伫咧甲栽培，啊，即马有机会，伊当然报答你诶温情啊。听亲家安尼讲，啊，是足感心诶，会当甲亲家啊，遮尔通情达理诶人做亲情，真正是我诶福气。 哈哈，来，请起来，请用水果。啊，请。阿明啊，啊，今晚恁大家情安怎？大王心情有较平静无？ 阮大家状况已经是我都改变的事实啦。大风可能受到阮大家代志的影响，即摆规个人变啊足稳重的，啊规个心情嘛拢伫咧饭店的工作。啊，伊对你咧，妈你免烦恼啦。大风即摆变啊足会晓替我想的，嘛对我足好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妈妈就放心啦。 这回哦，亲，唔同就是阮大事哦，对大翁来讲啊，打击真大啦。啊，你做人爱某的人哦，就应该知影讲体贴的心情哦，爱好好啊，甲安慰、甲鼓励一下哦。安尼哦。我知影，大鹏即马嘛最需要我的，我一定互相扶持的。安尼好啦，阿公要爱动感情苦，知影？我先起来啊。 阿文，哦，啊，有闲较就转来啊。啊，有听到无？拄则恁爸讲的话吼，都表示讲，伊为承认大风这个囝婿啊。其实哦，恁爸爸足关心你，伊嘛足希望讲你的婚姻会当幸福美满啊。我知影啦，妈。 之前我确实有你烦恼足济，袂晓体会恁的苦心，我真正足对不起你个爸。好啊啦，代志都拢已经过去啊，找一个时间哦，甲大风带转来，一来，互伊知影讲咱兜对伊的支持；二来，互伊甲恁爸爸吼培养一个感情，知无？好，我等下甲大风讲。 林总经理，咱饭店甲娱乐股合作的代志，敢能协调好势啊？无问题，拢协调好势啊。真哦，经过一个月之前，娱乐股这项业务总算是圆满达成，即马就等饭店开幕，一切都照头你路，正式营业。来，咱三个先饮一杯，庆祝一下。来，干杯！ 咱过去的恩恩万万，一切拢写落讲来，以后生意兴旺，财源滚滚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请开得胜，请开得胜，请开得胜！来，吃水果啦！ 大风啊，阿恁爸吼、哦、真正足关心你甲恁妈的代志，阿恁妈互掠去了后，阮拢感觉足艰苦啊，足可惜的，啊，所以毋才想讲吼，阿恁转来一逝，看是毋是有啥物所在，阮会用甲你斗相共。爸妈，多谢恁关心。
这代志我家己有拍算，你免替我烦恼。老王，啊，恁老母今物在内面，好，你有去看麦无？有啊。伊今物心情有较平静，未像之前安尼怨天怨地。好啦。哎，我这生理人哦，甲阮政治界哦，员工是两个世界人啦。啊，当初吼，我也无多通甲恁斗相共。哦，这点哦，希望你莫放在心外来啊。那我知你的为难啦，我袂放在心内。不要安尼想就好。见面。啊，这段时间哦，恁大家也无伫的，你做人家下人哦，爱好好共关心一下，知无？我知影。好了，爸。发生代志了，阿咪一直伫我身边支持我、鼓励我，我真感谢伊。啊，对啦对啦，啊，这个时阵哦，翁阿母哦都爱同心同命，度过这个难关。对啦，大姐，我看亲较早哦，好日子过了真惯势，今麦伫龙阿来一定真歹过日，你得爱常常传一挂好料去给伊食，啊，若无我惊伊会扣分，出来以后伊会找你算账。你是在讲啥？我是好意给你提醒，你莫安尼生气。亲的脾气，大家拢嘛真了解。我是为着你以后日子要设想啊。你若是去用修理，爸甲大姨一定会足唔甘的。免讲啊，好听。阮大家今仔日会真凄惨，啊，毋是拢厉害，搁有面坐伫遮哦，讲啊话有无？迄是亲家己知法犯法，而且家己掠走的人是警察呢，你啥怪伫我的头壳顶啊？好了，阿明，你莫搁打嘴啊，阿大家无欢喜。大风，你安尼就对啊，钱就是想爱甲人打，唔才落到这个下场。啊，你得趁钱嘛，好好甲家己的个性改一下，以后唔才有好的前途。各位，这拢是过去的代志啊，多谢你关心。大风啊。啊！恁老母哦，掠迄关哦，我知影你也辛苦啦，真艰苦啦。不过药会拄我讲安尼哦，也是有道理啦。爸，那你安尼讲啊？是啊，宗华，莫阁提起钱的代志啊啦。啊，即嘛吼，我好大方转来，我当然就要趁这个机会讲我清楚啊。我无希望我阿命哦，下摆搁去受苦啊！爸，你有啥物话做你讲，不要紧。你妈妈哦，有影过去哦，太人处事哦，伊这作风哦，甲想影有真侪人无当接受啦，啊难免讲哦，会发生遮尔侪是非啦。爸，我若想到的所在，你用骂我。啊，不过我无希望你批评我妈。我唔是咧批评，我是以事论事。我一直拢惊讲吼，你去受到伊的影响，即唔若讲吼，你家己带来麻烦，佮我拖累到阿咪啊。还是讲我即回哦，你妈会发生一款大事吼，安尼对你佮对这婚姻来讲吼，我来算是真好的代志啦。爸，大风都无希望你去提起遐个代志，你搁伊讲要创啥？啊，既然我要认定大风这个囝婿，当然我得甲讲个清楚啊。爸，我知过去因为阿妈个代志啊，甲你造成真侪麻烦，所以你对伊不满，即嘛真正常个。只是即嘛已经发生这种代志啊，以后袂阁甲你添任何麻烦啊。我希望过去代志，你多多包涵。大风啊，那安尼你还阁认定讲你妈妈所做代志是对啦？大风，友好是真好，不过哦，是非不分哦，安尼就较唔好啊。大风，你对爸到底有啥不满，你就直接讲出来，讲话无需要安尼弯弯曲曲啊。
讲根本就无迄意思，莫遐使咯。啊，不过我那听，我就是感觉伊对爸的话不满啊。我无不满，只是爸讲的话干涉到阮妈。我做人后生，我并无意见。中华，大风讲也无唔对啦。啊，钱都已经抓入去关啊，你都莫搁再批评伊，而且哦，你嘛爱顾虑到大风的心情啊。是啊，爸，经过这个代志，大风伊确实改变真多啊。你放心，伊会对我真好，你莫搁讲话刺激伊啊。娘，这回哦，我确实看大风哦有改一寡啦。啊，经过这个代志以后吼，你也当有这个体会吼，安尼对你来讲吼，算真好。爸，我知，我一直拢在反省，我也真感谢大家继续听我。咱是阿母呢，我无听你要听啥，阿哥爸，伊嘛拢足听话，你放心，一定听你。大风。恭喜你！会当得到爸因的谅解，你真正就有本事诶！你讲煞，你无讲话，无人当作你诶狗。有会，人歹插你，莫搁踮遐交叉啦。爸，过去代志咱拢莫搁讲啊。我今日嘛，敢若想要甲艾米好好过日子，好好拍拼事业，好好照顾家庭，安尼就好啊。你若会用安尼想哦，我就放心啊。既然爸都安尼讲啊，啊，恁即摆事业上拄着什么困难？这回是爱爸赞助偌济资金做你讲啊，唔免客气啊。我无需要靠爸，我会靠我家己。有影哦，有志气。李永慧，卖想过分哦。大姐，你卖生气，我这么关心大风，那是因为咱是一家人。啊！恁事业上若真正有困难，就提出来讲，大家做伙想办法解决嘛。阮若有困难，我家己也要解决，唔免你踮我加步啦。莫叫是我唔知影，你是咧存什么心哦？好啦，既然恁拢讲哦，伫咧资金上无需要爸给恁斗相共，安尼算是我误会恁，我甲恁回去了啊。爸妈，我今天喊你转来看恁，咱事情莫阁讲遮个啊。好啦，你会当回来看我，我真欢喜哦。有话啊，生起阿伯哦，拢是家己的人啊，那有啥物代志哦，都要互相体谅，互相帮助，莫阁安尼哦，何必怀疑，知影？我知影。食水果啦，用我吃啊。哦你免嫁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日是我爱 Amy 哦，找大风转来，互因丈人囝婿培养一下感情。哦，你竟然敢伫边边啊插嘴，讲三讲四，讲长讲短，你哦心肝有够歹，搁想要啊制造冲突？我哪有啦？搁讲无？你迄几波傲波吼，我早都看出出来啦。你超过伊提起哦亲的代志，想要结看哦大风是毋是会掠光？啊，唔着好佳哉哦！即马大风较歹代志，啊态度嘛改变，啊若无吼，迄场面哦一定会不甲足歹看。大姨，你来对家己囝仔遐尼无信心啦？啊，我才讲两句啊，你就惊伊会掠光？你讲话挂骨，三脚来尖，莫讲是大风，连我都想要掠光啊！大姨，你安尼讲，我真正足委屈的呢。我嘛是为着大姐啊，你也为着 Amy， 哈哈。你若会为着伊好吼，天会落红花啦！我讲的拢是真的，我是惊大姐伫迄边会受委屈，我毋则超过伊用话来试探大风的态度，还佫有反应啊！什么态度佮反应？
你根本就想要哦逼伊掠公啊，逼伊毙命。阿姨，若是敢伫伊的丈人甲丈夫的面头前毙命哦，这表示讲伫私底下伊对大姐的态度一定搁较歹。我是惊大姐受委屈，搁唔敢讲啊，所以唔才牺牲我家己做歹人啊。哼，莫搁解释啊啦，歹心歪嘴，也要讲伫你，你莫念啊假好说啊啦。我吼是无唔忙，你甲一面斗三工，莫伤害就好啦。大姨，我嘛是惊咱杨家去受到大风雨倒会拖累，所以我唔才会哦用苦心开嘴讲遐。啊，你来讲我伫伤害啦。用苦心哦，你哦是存歹心，干干鬼鬼。我先甲你警告，稍等哦，入去你房间，莫搁再出来。若搁点啊吵架啦个，我当场毙命哦，好你歹看。好啊，老大姨，来啦，吃一块西瓜退火哈，大风，是的啊，阿姨陪我等你话过，结果说你受委屈了。莫咧讲，我知影你是希望我甲恁爸好好，你拢是为我设想。你了解我苦心就好啊。啊，搁阮妈嘛讲袂少好话，伊的目的是希望讲会用化解你甲爸的关系。我今日生气啊，就是迄李有慧，真正有够过分。本来一家人哦，用快快乐乐，伊煞讲遐刺激你的话。看啊，伊根本就挑工找机会，想要报复你。妹妹啊，你又会讲啥？咱莫插伊啊，咱过咱日子就好啊。我知影，我无要想要插伊啊。今日我较艰苦的是，阮爸竟然配合伊来批评妈。我知影你足忍耐，若毋是为着我，必定会毙命的。我知今日你是希望我甲恁爸好好啊，所以我嘛袂用破坏大家感情啊。多谢你，希望阮爸讲的话，你莫藏在心肝内哦。我知。其实爸你批评我妈的时阵啊，我心内确实不是真好过啊。不过今麦我妈坐家是事实，今麦我身边。就敢那丈人丈，还佮你，所以我一定爱好好珍惜这个亲情啊！我袂用佮意气用事来破坏大家感情。你真是安尼想？你真是愿意为着我改变你的态度佮想法？咪当然嘛，真实嘞！哎，是真实嘞啦！最近厝里发生啥个代志啊？有阵时我性地较歹，我对你讲话大细声。你莫放心来，你已经改变足多啊！希望这做太太无路用，不应该到三江城。妹妹，你为我已经付出真多啊！就算恁爸无要甲我斗三江，有你伫我身边，我已经一半足啊。良心，我会偷偷化解恁爸对我的顾虑，让伊接受我这个囝婿，袂阁有你为难啊！大风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更加爱你，我会尽我的力量为你付出一切。即马便宜的财务，拢是我伫咧处理。我若利用便宜资金周转不灵，摕一寡资金出来借予便宜，我就会当一步一步实际掌控整个便宜。
我甲大部分的股份转到手里，和清医院就是我血海发一个人的。 白发，春春，你是在笑啥？无啊。厝内底发生啥物事代志？你搁笑会出来？无啦，我伫咧笑。唉，我是咧笑讲，我来请你排名。白发。 啊，即马病院内底财务调度，你处理敢安怎？你放心，我一定有办法通解决。你是真正有办法，还是伫咧碰风？春春，爸这么重视我，和我做代理院长，我要哪样回事无？相信我，我一定有办法把这个坑补起来。海发。 我知影，今日早起病院内底所有节目，真正对沉重的，嘛就无公平。啊，毋过即摆过无伫个，问几回啊，就真正敢像剩你会当挖苦啊。我知影，我并不是来挽救啦。搁再讲，咱病院内当度过即个难关，我的太太会互过去迄快乐的笑容，我更加艰苦，嘛无算啥。 爸，都是阿你。进前投资上海病院的钱，拢转到国外的户头洗钱啊，目前也未当叮当，到底是要安怎去找一笔钱来买病院股份？我靠，只好去找大风，甲投资关公分店的钱摕回来。啊，春春。 你放心，好，麦克再烦恼，我来去总经，你等出来再等我好消息。嗯。一点点，一滴滴，将心事来敲我门呀，门无关紧关。